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的话，我们来到一个水库的尾，钓一下马口。难得今天就是天气比较好一点，前几天的话都是阴雨天，今天的温度也比较高一点。这水库尾的话，平时的话马口的话也蛮多的。我们等一下会往下面做钓。我们今天选用的竿的话，也是一只马牌的 UL 的马口竿，0.6的皮衣线，加一个6磅的前导。0.5克的亮金色的蝶影亮片。这水面的话，这些鱼的话都是裸飞，像你走这种水路的话，一定要小心脚下有没有比较深的地方啊，有那种深的坑啊，那些泥巴会不会陷进把你陷进里面去啊，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出钓的话安全的话是第一的。像对面的浅滩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有鱼。都在靠近岸边的一些浅滩的位置，好像那边的话你看也有鱼在打水，不过鱼的话比较少，这边的话比较多。可以把我的手指吞下去，好了，不拍你了，把你放掉吧，拜拜。现在这个季节的话，个体都比较小，我们把它放掉，走吧。我们继续，应该还有。像这些浅的地方的话，一般都比较多马口。终于，哦，挂到草了，没事，出来了。马口一般的话都是一群的，你钓到一条之后都会有几条在后面跟着。2.3克的，这个是亚银色，在浅的地方比较好用。像这一片草区浅滩的话也会有马口在这里觅食。终于都是这些体型的比较多，这些应该是上年的马口。我们把它放掉，走吧。钓马口钩的话也不用说太大，一般的话用到10号到12号钩。钩如果是太大的话，马口比较小的时候咬口的命中率会比较低。小马口，其实钓鱼的话不一定说鱼要多大，小鱼的话也一样很有乐趣。走吧，拜拜。终于
气的话蛮大，马口的话也是属于一种真正的猎食性鱼类，对亮片的话是十分敏感的。把它放掉，出发。亮片落水之后，我们尽量快收，让亮片在水面上游，这样的效果的话会比较好。当这一区域钓完之后，我们可以去换点，因为有风的话，马口的话可能会跟着风的方向游到了另一边。尖角的位的话也是很好的标点。在做钓水库的话，我会尽量在找一些浅的地方，或者一些深浅的交界。前面的话有个浅滩，我们换一个2.3克的。终于。这条马口很明显是给人家垫过的，你看它的背鳍很明显的话已经是给人家垫过的。这条可以，哦 ，yes， 这条是我们目前钓上来最大的一尾，好吧，我们把它放掉吧，拜拜。钓行就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